那么在入门之后啊，这下呢，我们来做一些更加高级的处理。哎，前面说这个 shell 呢，简单的写法，只是命令的堆积。那么这个的话，在写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不得劲了，没有含金量。哎，只是之前命令行里的东西，我把它放到一起去执行嘛，我之前都会了，那会这点东西呢，有多大意义呢？意义其实不是很大。所以为了让 shell 呢，能够更加方便的，哎，去协助我们这个做相关的维护操作。那么这边的话，那么就要去学习一些进阶的东西了，那叫 shell 进阶。shell 进阶里面呢，我们打算在今天里面呢去学习变量、条件判断、运算符啊，还有一个附带选项这四个知识点。那么先来看第一个，这个顺序呢也是学习一个程序的基本顺序啊，从重要的开始往后慢慢的来啊。第一个叫变量，变量这个呢，我们可以说它是重中之重吧。啊，重点，变量里面我们会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去说啊。第一个呢叫变量的含义，什么是变量？学过编程的同学呢知道什么是变量，那没学过同学咱们怎么去理解它？把它拆分一下啊，变量它有两个词组成的，咱们先看量，什么是量？量就是数据，量就是指数据啊。那什么是变量？这时候就要解释前面这个变是什么意思了。变呢就是变化，变呢就是变化，哎，就是变化的数据啊。所以在这块的解释就是，数据可以发生改变，数据可以发生改变，也就是数据的内容是不一定的。那这种东西呢，我们就称之为叫变量啊，叫变量。那么在一个脚本周期内，其值可发生变化的量就是变量啊，这个呢就是变量的定义。那什么叫一个脚本周期呢？一个脚本周期呢，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当前整个脚本文件，就是从第一行开始执行，一直到执行到最后一行，那么这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就称之为叫脚本周期啊，就是当前的整个 shell 文件啊。shell 呢是变量，是 shell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也是最基础、最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一般我们学习任何一个编程语言，除了在讲解它的一个基本的规范之后，那么接触的第一个东西肯定是变量，学习其他语言也是啊，必须先去学这个变量啊，它的重要性很重要。上面这个呢是变量的含义啊，主要理解什么是变量啊，变量是在一个周期内啊可发生值改变的这么一个东西啊，就称之为叫变量。那么变量怎么去用呢？那就是变量的定义与使用了。变量的定义与使用，先要定义后使用啊，这个顺序记着啊。变量要先定义后使用啊，先定义后使用啊，你就定义有了，它才能去使用它。那么定义形式呢，类似于这种形式。哎，假设我起了一个变量叫 class name。啊，这个呢就是变量，然后呢后面这个呢是运维，运维也就是这个变量的值，变量的值。那么先看后面这句话，变量是由两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变量名，一个是变量的值。那么这里面的话应该能看出来，其中的这个 class name 应该就是变量的什么名啊名，很多语言都会在这么一个规范，就是左边是名，右边是值。等号的左边是名，右边的是值，不要搞倒了啊，不要搞倒了，哎，左边的是变量名，右边的是变量的值啊，就是这块啊，不要搞错了啊。那么变量名和变量的值是什么关系啊？变量名呢和变量的值其实就是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，哎，我们变量名的作用，用变量名。其实用的是变量的值，那为什么这么来呢？那我直接用运维用这个值不就很方便吗？干嘛还要用它呢？哎，因为它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变的呀？咱说这个变量内容是不是可以变的呀？那么既然可以变的话，现在虽然看着感觉这个运维就六个字母，而你后面这个呢，它不止六个字母，我觉得用运维简单一点。的确，那么万一它哪天值发生变化了啊，你看看用哪一个方便？那肯定是前面这个方便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后面就是可以变的啊，后面这个是可以变的，哎，行，啊，这就是它的使用啊，定义怎么来定义？那使用呢？啊，使用 echo 一下，
然后呢 echo 表示输出吧，输出这个变量啊，输出的时候注意啊，注意它，这是什么符啊？ dollar 符， dollar 符，在使用变量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加上一个 dollar 符，在使用变量的时候啊，一定需要啊，在变量名前面添加一个dollar符号啊。当然这个的话，除了我们这个 share 的话，它是有这么一个要求的啊。那么在其他语言里面也有啊，该要求啊，在其他语言也有，在其他语言中也是存在的例如谁呢？例如 PHP 啊 ，PHP 里面呢，在变量名的前面也必须要加上一个dollar符号啊，如果不加那就不行啊，不加就不行。那 Java 里面有没有这个要求呢？Java 呢没有这个要求。Java 呢，比如说咱要定一个变量，定一个变量是数字类型的，那必须是来个 int， 然后呢，假设这个变量名叫 class。不是那样吧，它起个 note 吧，就是 number， 等于后面呢一二三啊，必须得这么来，前面呢必须要一个 int 啊，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声明，但是我们这一块呢就不需要了啊，直接就给它来个 dollar 符就可以表示用它了啊。PHP 里面呢也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 dollar 符千万不要丢了啊，丢了就出问题了啊。行，那么这个呢是变量的定义与使用的一个规范例子啊，它是这么去用的啊，它是这么去用的啊，是一个规范。然后后面呢，针对这个名字呢，要说一点呢，就是这个名字呢，还是谈到名字的问题啊。有同学想着说名字我是随意嘛，随便起，并不是，这个名字在起名字的时候有要求的。那么名字呢，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就是，有的同学如果说学过其他语言，肯定会知道。我们这个等号左右你加空格，在其他语言里面其实无所谓的，你加也行不加也可以。比如说那如果说我在写别的语言，我就习惯左右加空格空起来，我就觉得好看一点，强迫症是吧。但是在这里面注意，即使你有强迫症，你注意你也要把空格给删掉，要不然它会报错的啊。变量名的后面的这个等号左右不能有空格，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啊，不能有空格，有空格就报错啊。那么这可能和我们熟悉的其他变量语言不一样啊，这个如果不一样，你必须要区别对待，千万不要把它记在一起啊。虽然都有变量，但是它用法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同时呢，变量名的命名规范要遵循以下规则，这一点的话和其他语言有点像，命名只能使用英文字母、数字、下划线，只能使用这三个东西，符号不允许的啊。首个字符不能以数字开头，首个字符不能以数字开头啊。然后第二个，中间不能有空格，但是可以用下划线。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在起名字的时候，起文件名的时候，让大家尽量不要去用空格，因为你名字用空格，你可能到时候也就习惯了，你变量也有空格啊，这是不好的习惯。所以跟咱搞计算机的这个人呢，人就必须最好能把自己这个观念给他改过来，不要说我这作为这个中国人，我起什么东西我都得用中文啊。毕竟这个编程语言它不是我们中国人开发的啊。当然有没有这个哪个语言说可以用中文变量呢？有，对，异语言啊，但这个异语言呢局限性太大。一般的话我们搞开发的人呢就不会去学这个异语言，跟他搞运用为的更不会了啊。异语言是沈阳的一个人写的，纯中文的一个编程语言。就比如说写一个我们后面要讲的这个判断啊，如果它的学法就是如果A 等于 B 啊，那么后面什么，这纯中文的一个代码。但是异语言有个不好的点，就是异语言容易被杀毒软件杀。杀毒软件一般都不认它。后面的话需要注意啊。对，不能使用标点符号，因为刚才说了，
数字、字母、下划线，这里面没有提到标点符号，所以标点符号不能用。然后呢，不能使用 bus 里面的关键词，不能用 bus 里面的关键词。哎，那么关键词去哪看呢？可以用 help 这个命令来查看保留关键词。哎，那这一块的话，就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命名的一个要求啊，针对变量名的命名的一个要求，这个呢啊一定要搞清楚了。行，那么后面的话有一个问题，咱来看一下，以下哪一个需要变量命名是合法的 ？B 为什么不合法？不能有符号是吧？他说来了问号啊。那 C 呢？星也是符号。D 呢？哎，它属于关键词了啊，属于关键词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咱不能用啊，这个当然咱不能用啊。所以这块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A 啊，正确答案应该选 A 啊，应该选它。好，那后面的话我们来准备哎两个小案例啊。第一个案例呢说使用变量啊来改写入门程序中的第一个需要脚本。使用变量来改写入门程序中的第一个脚本，入门程序第一个 Hello World 是吧 ？OK。那么现在的话，我们要使用变量的形式来输出这个 Hello World。好，来创建一个文件，创建一个文件 touch test 3.sh， 然后呢啊 vim test 3.sh 进去，习惯性的第一行井号叹号斜杠并 bish。batch 这个蓝色可能有点看不清啊，并 batch， 然后呢它现在要求我们使用变量了是吧？那么变量呢我们在前期用的时候，如果你记不住这个语法格式，那我建议大家呢多去看一下前面这地方写的这个定义形式，名字注意这前面是没有逗号符的，不要习惯给它来个逗号符，不要给它来个逗号符啊。那么在 PHP 里面呢，它是前面有定义的时候有逗号符，只要用变量就得有逗号符，但这块不用，在声明的时候是不需要的啊，声明和定义的时候不需要逗号符。定一个名字，定一个名字的话，我们就起一个 content 吧 ，content 内容，内容等于 hello world content， 怎么感觉像关键词啊？给它换一个吧 ，str 吧，那就 str 吧啊啊，应该不是关键词，它就是这个颜色。str 等于，那后面的话内容，内容是 hello world，hello world 里面包含了字母和空格是吧？所以应该包还是不包？包啊，包，单引双引包都行。哎，那里面输出 H E L L O Hello World， 哎，然后呢，后面这个加不加随便。当然，如果你加的话，也这个命令可以写一行；如果不加的话，你必须得写两行啊。然后输出 E C H O， 到了 S T R， 哎，然后咱退出来。哎，保存退出一下啊，走。然后呢，同时赋予它执行权限，加 x test 3.sh， 然后执行啊。那种第二种那种比较偏的方式咱就不用了啊，以后呢咱就一直这种方式了。走，效果一样吧？哎，一样啊，一样 OK。那说明这个变量呢，用起来呢啊也行啊也行，这个呢是内容。啊，然后后面的话，这个执行步骤和前面就一样了啊啊，这地方，行，然后把一些问题呢，咱来验证一下。第一个呢，我们说这里面左右是不是不能有这个空格啊？哎，来试一下。哎，如果说，哎，我就在这个地方吧，我给它加空格。哎，这边呢也给它加空格，来看看效果。他会告诉我怎么呢？他说 test 3.sh line 2说明第二行 str command not found， 他找不着这个命令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，他会把 str 当作是一个指令，这个指令就和我们前面学的比如说 ls 啊 mv 啊 cp 啊是同一个级别的，然后呢等于号作为他的第一个选项，后面这个作为第二个选项，它就不会看成是一个变量的定义了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哎，所以这地方这个等于号这个位置啊，左右最好不要有空格，都给它去掉，
你发现去掉之后颜色是不是变了，是吧？这个注意一下，这第一个问题啊。第二个问题，针对于这块这个输出这个地方啊，这个 STR 这个到了呢，你不能少，这是肯定不能少的，少了出问题了。对，少了就是会输出 STR 了。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引号问题。咱前面说这个变量啊，如果是一个变量的话，它既可以被这个双引号包着啊，也可以被单引号包着，但是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用单引号包着的话，看看什么效果。哎，进来啊，先单引号包着。什么效果？是不是原样输出了？它解析了吗？没解析啊。那么这时候我把它换一下，我给它用双引号，是不是解析了？哎，所以呢，我们通过这里面这个测试，哎，发现个问题，原来呢，双引号和单引号它有差异，双引号能够认识里面的变量，但是单引号呢不认识。单引号不认识啊，所以这地方呢，这个细节问题需要去注意一下啊。哎，关于单双引号，单双引号啊，啊，单双引号的问题啊。那么双引号呢，哎，它能够解析或者说识别吧，说识别也行啊，能够识别变量，能够识别变量。然后呢，单引号啊是不能识别变量啊，只会我们称之为叫原样的输出啊，只会原样的输出啊，变量你怎么定义它就怎么输出出来了。然后上面这个呢是能够识别变量的内容啊，所以这个呢比较好一点啊啊，主要后面看我们这个这个字符串啊，或者说一个字符一堆里面呢有没有这个变量，如果有变量的话，那一定要注意啊，用双引号，不要用单引号啊，单引号的话容易出问题。那么这是单双引号的一个区别，那除了这一个区别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区别，另外一个区别呢咱现在还没有讲到啊，那我先把它写在这个地方，到时候呢大家看的时候晚上连在一起看。另外一个区别就是双引号它能够实现转义啊，能够实现转义，但是哎单引号是不可以的，不能转义的啊。转义是什么意思呢？转义的话先提一下，咱后面有这个对应的转义的例子。所谓转义，就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符号，星号，星号表示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表任意字符啊？在我们这个校里面是表通背符吧，任意字符。但是除了这个星号表示任意字符以外，这一个意思以外，它还有其他的意思，也就是这什么加减乘除是吧。哎，它也同样表示乘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如果说直接在校脚本里面写个星，它知道是通背符还是星号吗？它不知道，它知道是通背符还是乘号吗？它不知道的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啊，它有一个默认机制，当你写个星号，它默认表示通背符。当你写个星号，它默认表示通背符。那如果说我想让它表示乘号怎么办呢？要加一个反斜杠，加个反斜杠。加个反斜杠，它的意思就变成了乘号了。这种写法我们称之为叫转义，就是转化它的意思，改变它的意思啊，叫转义啊。先了解一下啊，咱后面呢，在这个运算符、算术运算符这个地方有这个乘法，这个乘法就遇到这个星号了。那么星号呢，我们说给它来个转义啊，转义。行，先认识一下啊，我到这边来，类似于哎这种形式啊。这个就称之为转义。好，这个是单双引号这边的啊，需要注意一下。行，第一个案例呢就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第二个案例。第二个案例呢说要求哎我们去定一个变量来输出当前的时间，要求格式是年月日十分秒。要求格式是年月日十分秒啊，这么个格式。行，那这个格式的话，如果我们在这边输出，还记得怎么输出吗？ data 然后加号引号百分号 f 百分号 t， 是不是这种形式啊？
哎，行，所以你得先记得它在外面长什么样子啊，你要是记住外面长什么样子了，那里面就好写了。哎，那么同样来 touch test 4.sh， 哎，然后呢后面就是 vim test 4.sh， 走，哎，行，固定格式给它来一套，并 bsh bash， 哎，然后要定一个变量了。这个变量定义的时候呢，它也没跟我们说要求是什么名字啊，那名字没有说的话，那我们就来写一个啊，就时间吧，啊，就写个时间吧啊，或者写什么都行啊，嗯，写什么？随便写，但是你尽量不要，就尽量避免一些关键词，比如说我就想用 data， 尽量避免啊，因为这个呢，咱有那个 data 指令嘛，它也叫 data， 你这地方又来个 data。啊，尽量避免这些东西啊，我们用 DT 行不行呢？ DT 应该可以， DT 啊，带它的一个简写。然后原先怎么写的？带它，哎，然后空格加号引号百分号 F 空格百分号 T， 然后后面是输出就行了呀。这个地方能改成单引号吗？那不对了，咱先不着急啊，先不着急，先试一下原先那种写法看对不对。DT 是吧？啊，先保存一下。退出，然后后面干嘛 ？CH MOD 加 X 点杠 test 四点 SH， 行，那么最后一步到了啊，来执行一下 test 四点 SH。Command not found， 哎，这地方有问题，来回头看一下，找看看什么问题啊？带到后面不能有空格，把空格取。啊，等会儿我先进入编辑模式。来看看啊。哎，把它扩一起是吧？嗯，扩一起之后怎么着了？它不解析了是吧？哎，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办呢？这个地方需要注意啊，我们要有另外一个东西了，双引号它是不能够实现这个效果的。当我们如果说想要一个外部命令在里面去执行的时候，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东西，前面呢虽然说我们没有加可以，但是你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加了，括号吗？这是啥呢？能看得清这个符号吗？哪一个键？开个下边的table 上面那个，就是 ESC 下面那个键是吧？哎，来执行一下看看，可以了吧？哎，所以这时候需要注意啊，注意这个问题啊。行，那么这边的话，这是我们第三个特殊的引号，我们称之为叫反引号，叫反引号，反引号啊。行，嗯，那么其他的像创建文件呐、给权限这个呢，我就不往外截了，咱那个东西呢，按照这个步骤来就可以了啊。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反引号，哎，需要注意的啊，反引号啊，反引号也就是 ESC 哎键下方的那个键，哎 ESC 下面那个键称之为叫反引号。那么当哎在我们需要啊脚本中吧，在脚本中需要去执行一些指令的时候啊，什么的时候呢？指令执行完了，执行指令，并且呢，要将值，就是将执行的结果吧，结果啊，付给变量的时候啊，变量的时候，哎，就需要使用谁？使用这个叫反引号，
要使用反引号。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先执行 delta 加号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加上摆放 f 和摆放 t， 执行完了之后它是不是有个返回值啊？就是我们上面看到那个年月日时分秒吗？那最后我想把这个值付给谁呢？付给 dt 这个变量，哎，所以呢我要加个反引号给它套起来。那么套起来之后这个值它就会给这个 dt 了，那么给这个 dt 说明这个变量的一个赋值就成功了，赋值好了之后，哎，咱们再输出这个变量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注意这个地方呢，一个呢肯定不能说像我们之前那种写法说什么引号都不加，那肯定不行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双引号当然是了，它也不行，单引号就更不行了，单引号它连变量都不能解析，它能解析这个 delta 吗？肯定不行。所以这地方一定注意要加的是反引号，也就是 ESC 下面那个键啊，执行完成之后付给 DT， 最后呢再输出出来就可以了。这是这个小的问题啊。行，那么现在的话一共是三个引号了，分别是单引号、双引号和反引号啊。反引号没有单双一说啊，反引号没有单双一说，就一个，就这一个啊，就这一个。行。